学折纸艺术，动手又动脑。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。有位网友在折纸王子微信公众号留言板留言说，想学一下全窗唇孔雀的折法。今天我们就来折一下。它分为两个版本，简单版与复杂版。左边两个是简单版，右边两个是复杂版。复杂版的用纸推荐用30到40厘米的正方形纸，简单版推荐用20到30厘米的正方形纸。这两个小的用的是30的纸，后面两个大的用边长40厘米的纸。这个是粉色的手揉纸，这个是用油纸折成的，后面两个是用的一面颜色一面白色的纸折成的。好，下面我们开始学习一下它的折法。